不管啥时候能在一起是不管什么家，你都幸福不幸福。今天呢准备去我弟弟家，把我妈妈接出来，给她买两身衣服，顺便去带着她去吃一个以前她从来没有吃过的也舍不得吃的东西。走吧，来，就走吧，穿个线，你线来口罩，口罩行吗？口罩戴口罩了吧？你们两个同学在这儿。戴中，啊，这个稍微厚一点，厚一点，这再弯一点穿，是吧？哎呀，我女儿出去两年了，回来给我买好多东西哦。是吧？还是给我女儿特别那孝顺。这就是您的福气啊！哦，好，好。你喜欢不喜欢？咱就拿了啊，还可以。行，那就买了这个。不要太多了，你以前给我买的衣服太多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买的太多了，穿不了。再打折吗？38。啊，行，38。能啊。能听到哈？多大年龄了？我看你身体特别好。83了。83了啊。这个女儿出去这样旅游哈，也算是一次旅行。对。支持吗？我们以前在西藏上班工作，他是在西藏出生的，在西藏他就向往说能开车呀，能自己这个出去转一转呢。他这个性格跟别人不一样，他喜欢这个野外。我很支持他，他现在他的任务也基本完成了，他的孙子他也带大了，我有我三个儿子一个姑娘，我儿子姑娘都很孝顺，都很好，所以说他走没有后顾之忧。那这一次回来，你希不希望他再继续走？啊，那就看他自己，他要走也可以，我身体没事了，我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，我可以自己自理，他们开心我就开心。以前不舍得吃，也没吃过，所以说今天带你去吃牛排。好，吃牛排。我有一次可想吃小杨知道吧那位。嗯。好想去到人家那吃去那个西藏。嗯。我们目前不舍得吃。他生的病了，那过日子在这样整。那个那心里有那妈，那妈心里有那个一把，吃的不够。但是你两个人在一块儿，他不高兴啊。不管啥时候能在一起，是不管什么家，你是幸福不幸福？那样也孤孤零零，那你觉着他们幸不幸福？现在不孤孤零零吧，也差不多。他看着是孤孤零零的，实际上他还有点依靠。再一个，那爸也过了小酒，也是脾气不。他也没多大缺点呢，在外边老好人，在家里也横的不行。那爸那脾气，他慢慢他老了他会改的。喜欢好好讲。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的小宝，好嘞，小宝。